这一套有地下室。不过不要着急，我们先从进门来说。进门的左边，洗衣间，小客厅，这是带简便式厨房的小客厅，餐桌，沙发，这是一个单独的出入口，可以跟主要的居住空间分开。进门的单独一间套房，从这里可以看到有下地下室的地方。待会慢慢来看，这是进门的洗手间。更衣室 ，sorry， 衣帽间，进门的左手边半个厕所，这里有一个像中间一个廊槽的感觉，因为它左边和右边都是可以看到底下的。先来看径直走，这是主要的客厅部分。这个客厅很大，走到最里面都要走一会儿。里面是我刚才走过来的地方，这边可以开门下到地下室。这边是厨房，哇，这个中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可以做六人的早餐台，好宽的厨房，冰箱跟上一套配置一样，背后是后院以及泳池。厨房的储藏间，这边是车库。好，我们现在去看下面一层。是地下室的院子，这边是一个大的电视厅，那地下室的左边洗手间，一间套房，里面有衣帽间，又有一个洗手间。这个是套房里的洗手间，这里会有扇门，然后对面是可以给在这里活动的人用的洗手间。好，上楼。上到二楼的部分。又是一个厅，这个房子的公共的空间很多很多。这个厅的外面是另外一个露台，还有乒乓球桌。
楼的右边是两间房。对面还有一间房，这间是主卧室啦，主卧室的更衣室，主卧室的卫浴间，淋浴和更衣室在一起。这边已经盖了挺多套了，这边还有一间房，这洗衣间这是跟楼下分离的那种洗衣间，楼下那个洗衣间是给那个小套房的人单独使用的。厕所另外一间卧室，衣帽间，布灵布灵的衣服，海报风 ，Hollywood。所以这个房子的公共空间就多到有点可怕了。这里还是一个公共空间，就很多摆设很好看。